哎呀，我的儿子，来，媳妇儿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没有等很久。什么没有等很久？子龙，我有要来接吧。今天一大早就急急忙忙的出门了，连饭是从嘴巴进去还是鼻子进去都搞不清楚了。子龙，像我的关系才会那样。我也是比飞机起飞的时间早了3小时到，心里想早点下飞机，快急死了。可见子龙的个性真的跟爸很像。是啊，是啊。对了，爸。